让我们的培训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歌迷朋友来好好的帮忙拍照一下，对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笑容。会累啊！哇，好像啊，我自己心中会蹦出这三个字，特别。哇，痣真的是每一颗都还原。哦，真的，好厉害啊！对，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头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哦，真的是，哦，都做的非常的像我，我很心动。我原来看自己是这样的感觉。好帅哦！哎，所以如果要是给他起个名字啊，你觉得？要不就叫周深深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叫周深深。去，你叫周深深，你答不答应？好的。周深深。